霜，天上的星星呢？唱那个，下面的。懂的人不必问，不懂的人何必问？不要迷恋歌，歌只是个传说。这个好。秃子，这个好。你可以提前看到自己老了之后什么样子。哎，好看多了，好看了。你别说，你这也是一帅老头啊！我跟你说，太搭了，这发际线。我在干嘛呀，太狠了，一脸抬头纹，你还要给自己留个念呀。这个拿下去吧，太丑了。太丑了，到我了，一二三四，在这儿。小明哥，你只要扔到五你就赢了。往回倒退一个，你又去收到的。三四五，你来干什么？你走啊，不想看到你啊。哎呀我今天就跟定你了。来了，这是智能美妆是啥意思啊？哦，在涂这个上边，然后搁在上面。哦，是这样的。我帮你测试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使，老铁们。你贴紧一点。性感的厚嘴唇，漂亮。的一声哦，哎，有点不太均匀，不好看，我给你补均匀了啊。梁朝伟，东成西就，西就。等一下，挺好看的，真的。还真配头发。我现在是不是像那个 Why So Serious？ 他像小丑，在小丑，漂亮。哎呦，该我了啊！一二，必须来一，哎，够用。又被他了。Cool。 哦，眼睛就眼镜哦，哇，谁要画眼影啊？哇，要画眼影。哟，这么多颜色，有没有粉笔？粉饼来了，画这孙悟空的。哎，这个亮闪闪的好看。我觉得死亡芭比粉也可以，好看。有这个亮晶晶的眼线。哥来啊！哎呦我天，你这抹匀点行不行？哎呀，大家都是美妆大师啊。哎，不行，导演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这个小明哥画不丑，他真的很难画丑。这样吧，把小明哥的眼睛挡上，你看这样够帅。不能让他戴眼镜，太帅了。来，继续游戏，继续。哎呀，这个多合适，景瑜，这个不是我选的，这我没选，我只是向你推荐这款产品。哎，你给贴俩，贴一对称的，对吧？为啥到我这都是这种东西？你那胶水是抹太多了，太好笑了。这样可以啊，这挺好的。感觉比屎没擦干净。哎，我们跟景瑜合照一张吧。他像一个大鲶鱼精。不错，可以了。王景瑜，这额头好不好看？反正贴哪儿都不好看。行，这儿不错。让我走吧。三一。哦，你还能亮哥了。不，我在这儿的，我们仨是一起的。哦，回去了。一二三四，你还得回到那边去。
五，倒退吧，我到这儿来了，五，安全啊。哎，一二三四五，亮亮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迫不及待了已经。拿这个戴上，媒婆，媒婆适合他。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别别别，我俩要一对儿，给我俩来一对儿，也行也行。什么？你别动就好了。我跟你说，我颜值很能打的。啥玩意儿？眉毛连在一起。咱俩是哥俩，真的。想你老伴儿，我跟个毁于邪神似的啊。一二三四四啊！哎，小心！哎，还真是四可以了，四可以，没问题。哇！耶！根据规则，第二个到达的也要接受改造。就是我高低我就得免不了这一下子呗。OK OK， 嚯！来，那今天先手拉手，三二一，走。五，哎，你看看，哎呦，你要惩罚我对吧？给大老师来个假发，这个好，这个很傻闺女是吗？菠萝菠萝蜜，带我去，自古辣妹是吧？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。逃不开他了，为什么你就一直跟着我？我不知道，命中注定。我已经没得玩了，你不觉得吗？我已经被眼线吧，眼线吧，假睫毛，假睫毛，双眼皮贴，丧心病狂啊！给景瑜哥刷个睫毛，我给你画个眉毛啊，给你画个好看的眉毛。王，你看人景瑜都已经无所谓了，爱怎么着了。为什么我输了是五个人画？咱们在这签个名吧，就兔签嘛，兔黄景瑜，一生平安。对对，就可以学习进步，好吧？万事顺心。是谁给我画的鼻屎？景瑜哥来个二，六离我们很远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画大老师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来来来，现在就正好啊！来了，也还行，也还行，可以，全场 hold 住 ，hold 住去，全场 hold 住去，来。好了，全场 hold 住。哎，你看，你不能干扰结果，你这有恃无恐在这。怎么这样？来来来，结果怎么？你给我坐坐，是不是？罚，兄弟们上。帅气。老太太装，你看他说像一姑娘，但这样还挺富态的，你别说，太像一姑娘了。给你来个最全的鼻子，另外一边弄绿的呗，不用弄绿脸颊，我这边给他加绿花，你就韭菜花成精了。他得有一个点缀，叫这边写个狂，对，中，行，可以，OK。我觉得这些妆都没有我这痦子过分，我这个太过分了。哎，咱们几个代言中美日上好不好？就这样，大家欢迎来中美日上购物啊！现在小明哥，我反而是最少的了，来吧，就那个紫色头发留到现在呢，就这个，就是要这个，请找人说，请找我，可以。想再练一练歌，真能就是个传。